2013年天下卫视节目又新又强，覆盖最全最广。天下卫视在新年来临之际，同时推出多档的精彩节目。天下新闻每日派出更多记者深入大洛杉矶地区采访，我粤语双语播报，新闻视角从美国到海峡两岸再到世界各地，每日提供最新最准确的全球资讯。天下卫视国语台2013年一月起全新节目《麻辣直通车》，由著名主持人林清荣主持，深入新闻事件及议题本身，以犀利的观点诉说真实的人性故事。天下纵横谈邀请天下名嘴为您看尽天下事，每周带给您热辣滚烫的新鲜资讯。女人要有钱，艺人明星喜欢买珠宝首饰名牌包，买的是增值宝物还是赔钱货呢？鉴定专家告诉您，家中不起眼的古玩字画有的时候也可能变黄金哦。粤语台全新健康养生节目健康一百放，邀请著名保健医师现场传递最科学最有效的保健之道。正所谓想要病痛无得留，且听名医说因由，运动药膳有要求，健康一百放解千愁。中国大陆历史最悠久影响力最深远的粤语选美活动美在花城，汇集大陆顶尖优质美女，赛制年年创新，玩潮流玩心跳玩出千姿百态，天下卫视粤语台即将为您华丽呈现。天下剧场即将继续为您提供高收视率的经典韩剧及大陆剧，每天两集连播，让您看得过瘾。天下卫视独家电视媒体赞助的洛杉矶世界好声音青少年杯歌唱大赛近日已经隆重拉开帷幕，天下卫视粤语台国语台2月9号即将独家转播总决赛盛况，与您共同见证三名优胜者的诞生。天下卫视2013好戏连台，无限春光尽在天下卫视。